刚结束的弟弟吧，就是刚结束的弟弟。你看他一拿下，我就忍不住就真的想撕了，太像了，好像蛮像的，有快感的，你试试。真的吗？我来试试吧。给我炸！好可爱呀，个性很可爱。对，小雨，因为你被大家这样认为你很像这个李光洙，那你自己就是在生活上有没有因为这样个性也变了，然后自己也一直期待有他上升的感觉？就是我从以前都有在看 Running Man， 对，对，然后就是大家都说我像之后，就是我之前有参加过别的节目，然后我有粉丝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粉丝变更多，然后就是说，你长得像 Running Man 的李光洙，然后就是连就是追 Running Man 的人，然后都会来跟我讲这样，真的，对，超，所以你也是有粉丝团的咯？对，我有，哇，那你粉丝团，你粉丝团是叫什么？翁雨庆，就是我的本名，用你本名，对，我是本名的啊。所以你粉丝团多少人啊？两万多。哇，两万多人，大家该不会有的是真的以为是李光洙所以加的吧？是这样吗？两万人已经快比我多嘞，笑起来好像，是不是？好像，笑起来很像哎。你哦，因为像李光洙，就大家会喜欢你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喜感的角色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有很多好处吧。就是在路上会多，就是我平常自己的粉丝之外，然后在路上又多了一个李光洙的粉丝们。哦，哇，就是有好处啦。对啊，你知道我现在站在你旁边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李光洙变来了。你今天站在那个蔡东旁边也怪怪，然后现在在李光洙旁边也怪怪，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要去上一下 Running Man 这样。真的。对。还有撕名牌哦。对，你们觉得像吗？超像。那这样还要投票吗？啊，两位讲一下。我觉得。他鼻子这边以下都很像，然后他的笑容我觉得特别像，对，笑，对，然后整个感觉给人家很憨厚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是他最加分的地方。如果身高很高的话，完全就是对，踩个高跷应该超像，超级像。我觉得他是不止这下面，因为很多人像可能就是可能神韵或怎么样，但他是眼睛像、鼻子像、嘴巴像，连旁边这两道都很像。这两道，法令纹吗？对啊，就是他有开心这样法令纹的事，但真的很像那两道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哦，就是来玩一段 Running Man。对，刚刚是因为我们就直接撕了，撕掉，那你要保护，好不好？来 ，Apple。我撕吗？我撕他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看他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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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除了会模仿李光洙之外，你还会跳 Big Bang 的舞？我会跳 Big Bang 的舞。不一样啊！乱讲，哪里有变呢？还有，生吗？很可爱啦。学生吗？对，升大学一年级。哇，你在学校一定会很受欢迎。真的？你现在才要升大学一年级，你在这个学校迎新的时候啊，你所有的表演就会迅速的得到全校同学的认识。对。然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，你已经知道你要念哪个学校了吗？知道。哪一个学校？台北市立大学。台北市立大学，李光洙要入学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啊！以后走在学校，你要想一点外套，大家都想李光洙。对，是他的名牌。对，真的是蛮像的，而且个性很可爱。今天的七位参赛者，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觉得哪一位最像呢？现在我们就让现场的观众们进行投票，到底谁会是今天日韩明星脸的冠军呢？好，刚才我们的观众评审团已经这个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没错，对，已经投完票了，而且票数其实算是非常的明显。是啊，对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想投给谁？我的话，我应该会投给
对，小雨，对，因为我刚才在跟他你知道抢名牌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脸，我觉得是真的是太像了。对，就一刹那之间呢、啊，那个 Apple 觉得他人生的愿望达成，对，我已经到韩国了，对，台湾就完成。对，因为他一心一意想要参加 Running Man， 对，我应该是智孝的角色，我想。对，那瑶瑶呢？你如果会投给谁？投一个一个人，只能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小灿多也很像，但是万坛这边的压力呢？万坛算了，就是我高频工程公开了嘛。OK， 对啊，所以应该小雨或小灿多吧。OK， 好，夏海欣，如果我真的要投，我应该会投三号，因为我就觉得他后来跳舞的那个神韵，让我觉得加分很多，对，艺豪也是不错。好，那小杰，我的话投给小朴信惠。因为我觉得他在表演上面，我觉得是让我有看到那种朴信惠一股股的影子，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应该会投给小朴信惠。那我呢？我应该会投给灿多吧。小灿多最熟悉，因为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都会突然觉得说很像是在访问灿多，但他怎么变这么小，缩小版的灿多。好，那到底我们观众评审团给分数最高的是谁呢？来，欢迎小雨。谢谢小雨，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名。对，那虽然小雨是第一名呢，但其他的也都表现得挺好，没错。而且呢，再加上自己个人的才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的在自己的平常的努力上啊，很努力的是希望自己有更多不同的表现的这种个性啊，或者是才华。对啊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走主持吗？全方位都可以。口气呀，谢谢，很恭喜小雨，因为他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金3000元。对，谢谢，恭喜你。OK， 你要不要安慰一下那个小灿多？来，你分数也很高哎。你今天虽然没有第一名，但是你会伤心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还好。你觉得还好啊？可爱，可爱。那你希望那个未来做什么？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运动，所以我可能会。想当足球员，哇，很棒极了，对，好，我们希望呢，你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足球员，好不好？来，给小灿多加油一下，可爱啊。今天的比赛呢是第一届，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举办同样的比赛，那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报名，来明星脸的部分。哎，如果今天不是有小灿多，还有这个李光洙，我们就不会有第二届了。毕竟台湾还是有些人长得像日韩明星啊，没错。希望有更多像日韩明星的人赶快来跟我们报名啦。没错，即刻起开始报名，请洽 MTV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《我爱偶像》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